我来。别碰我，你记住了。白小生，你醒了，这药这么管用啊？姚蜜夫的一本呢？你们该不会没成亲吧？啊？不对，你们来的时候不是穿着嫁衣的吗？亲，成是成了，但是那个毛笔记没有给你们翻译是吧？我就知道那个老头靠不住，人呢？找他算账去啊！哎呀，不是，他中了朝阳的瞳术，误以为我杀了大国主，正在追杀我。哎呦，个瞎子有爱我的事。说，你为何会知道长兰的秘密？你出事那天为何仓皇而去？又是如何被长兰关起来的？干你什么事儿？问你你就答。你最好实话实说。那日黑骑之主要我把幽冥符交给他，他利用我的真身在我的梦境里召见了我。尊者，幽冥符为何迟迟不交于我？尊者，如今这幽冥符已握在玲珑的手里，他手里握着赤焰龙牙，专可黑骑，我拿他实在是无可奈何，终究还是我的能力不足，被他掣肘了，耽误了尊者的大事。白小生，你当本尊是你手中的皮影，可以戏耍？你对那名玄门女子的心思，以为本尊看不出来吗？最后给你三天时间。你要是交不上，我留你也没用。是。我醒来之后，却又遇到了童书师。那时我才看见，他就是长伴，还跟他起了冲突。明日之前，我放出一缕影子潜回主中。想让你们发现，将你们引到我被囚禁之地。走，后面的事情你们就都知道了。对不起啊，都是因为我。不怪你，但这一次我可能真的得把幽冥符给拿走了。三日之内若是不交出幽冥符的话，我这小命可就不保了。幽冥符不会给你。奇怪了，这幽冥符也不是你的东西，你插什么嘴啊？跟你更没什么关系。罢了，给他吧，总不能看着他去死吧？为何不能？他拿了幽冥符你怎么办？算了算了，我再另外找方法吧。等等，咱俩都别急着去送死，既然他们这么想要幽冥符的话，那我们给他们便是。